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一款游戏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、哦，叫做《毛茸茸部队》哦。哦，那个中文翻译好像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游戏的故事内容，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，因为它是英文，目前没有中文，就是有点看不太懂。不过大意上好像就是兔子绝地大反攻吧，好像是被什么法师操作，然后呢操控着。然后他们就开始咬人类、吃人类，诸如此类的。哦，这个故事有点感觉蛮科幻奇葩的。你们看一堆兔子跳下来，他们都会吃人类哦，超屌的。哦，这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我是希望这个作者可以赶快更新个中文哦，这样子我才可以更了解的剧，更深入了解这个剧情哦。那这款游戏 Steam 上面好像还有，哎，是有在卖的啦，不是还有卖，好像已经在卖了啊，我忘记多少钱了。哦，这个我后来就直接就入手了，是那个厂商直接给我的哦，所以说我就直接拿来玩，好不好？那么游戏的玩法呢，这个我们待会再解释哦。然后这游戏目前有四大关，好、哦，你看兔子，那兔子的菊花红色叉叉有没有？看见了没有？然后呢，老头已经玩了蛮多关了哦。那目前为止呢，我只知道一点点，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们。好、哦，这个第二关这已经过完了哈、哦。那第三关的话呢，我就进来再玩一次给你们看。然后他这边的话呢，会有这种时间，1分50秒之内过完，就可以拿到一个奖牌；1分20秒、1分05秒就可以拿三面奖牌。三面奖牌都拿完，可以拿到这个大的奖牌。啊，这个大奖牌能干嘛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哦，什么 All in One Go？ 好、哦，我们再分享器先开始。啊，忘记讲了，防塔类型的游戏哦。好、哦，这游戏算是防塔类型的游戏。然后，它这边的话怎么讲？就是你这边就是类似像是城镇，然后城镇这边会有一个30块钱，然后你可以从这边用你的30块钱召唤士兵下来，然后士兵都可以升级，然后这个就是你的防卫塔，你这个防卫塔绝对不能爆。然后这边也是有，这是弓箭手吧？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那个职业，不晓得哦。总而言之，可以从这边升级，然后可以让它进化，然后越来越强，然后再把那些兔子弄死，然后这边解锁25块，可以把桥放下来。放下来之后，他们应该就会冲过来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大意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哦，目前这张图还蛮小的。哦，这边25块解锁也是可以把这边把桥给放下来。我是不知道放两边会怎样啦。哎，试试看吧。哎，某某什么东西？这是耕田是不是？怎么会谋？我看兔子在干嘛？我靠！兔子急着想要出来、欸。哦，这个是近战的剑士。嘿，然后如果我们要前进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旗子往前。啊、哦，它就会在这个范围内就会做攻击。哦，然后我们可以让它升级，升级成哦，我看超屌剑士有没有？哦，挥超快的。哦，啊，这个是帮我们铲钱钱的。哎，这个好像只能升一只的样子吧？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多升一些，哦，申报升满，哦，怎么了？我输了？为什么？来下来吧，全速升级，他都不能一次全升哦，冲啊！砍他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兔子在快要冲过来了，前进前进，好，可以拉一整群前进这样子。快守住后面的，不要打塔，打啊！我靠，这兔子也太多了吧！放一半，放一半过去。哇，我没有钱了吗？有了，有了，钱了，钱了，放另外一边，不要让它整个全部压过来。哦，这个兔子的数量要是超过到了这个，应该就挂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挡，我们就挡，挡挡挡，没有钱升级了。我的兔子他妈超硬！哎、欸，我的塔，我的塔！啊！这也太难了吧！等下我想一下要怎么处理哦。我觉得刚开始先放另外一边，让我们全部掉下去会怎样？升到最高阶，冲过去砍！来来来来。现在这状况应该 OK 吧？有有有，情势好像有掌控了哦。情势刚刚有掌控哦，
他们好像过不来了。不对，这边还是有人在打。我要把强一点的往前呐、啊，强一点的往前打好了，然后弱一点的，为什么啊？太难了吧！来，我们先把这三只往前冲，冲到前面啊！这两只守着后排啊？难道守不住吗？难道守不住吗？再加一只好了，我们再加一只升级过去挡前面。来，这五十打前锋，冲前面就对了。这好牛！哎，这样子应该好多了吧？这个打这只，快把我们砍死！回头，回头，回头亲一下！我靠，那个爆炸把兔子都飙过去了！哇哇哇！来亲这边的兔子。那个粉红色兔子会爆炸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要差点把塔给咬掉哦！赢了赢了 ，Yeah！ 哎、欸，不简单嘞、欸，各位，不简单嘞、欸！操作他们移动的位置跟攻击范围，他、啊、这些都是怎样？会爆飞是吗？哎、欸，升一只。升到最高级的剑士，兔子在哪里？我靠呀，全部都在飞啊！完了，死定了 ！Hopping around， 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哪守得住啊？完了，完了！好难啊，这个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快被拆光，快被拆光了！支援，强力支援呐、啊！完了完了，要爆要爆要爆了！唔汤唔汤，我们只剩一个了，这个爆就是没了。撑住啊！砍爆他们！哦，赢了！哇！有点难啊，没关系，下一关。哎、欸，这最后一关还有 BOSS 战哦，最后一关还有 BOSS 战哦。这样从天而降的兔子，我们要如何在从天而降的兔子下来之前解决掉它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胡萝卜会引诱他们啊、哦！死耶！这也太好笑了吧 ！Rabbit， 快点快点快点，停止他们滋生。好像你如果不赶快砍杀他们，他们会越生越多这样子。好像是这样子吧？哎、欸，没有钱了啊！他们又不下来，完了！我是一次放太多胡萝卜了。没有钱啊！完了，这一局有点小尴尬，真的，这有点小尴尬，有办法重来啊？重来一下好了。这个要慢慢打。哎 ，Look at me now， Look at me now， 然后这边再放一只。Look at me now， 分摊一下。哎，对，这样分摊就对了。过来一点。耶、yeah ！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砍他们啊！我现在只有四个士兵。哎、欸，重点是这只兔子也不能死哎、欸，不是兔子，这个胡萝卜不能死掉啊！它主要是引诱用的啊。如果它太早死掉的话，就完全没录用了。我们现在只剩下召唤一只的能力了。砍爆他！砍爆他！快点！快快快快快！
保护他们。另外两只他妈过来啊！先清到这边。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剩下最后一只了。这一只胡萝卜。Look at me now！ 快点杀掉那些兔子啊！哎，就砍啊！玩的手好混乱哦，可以按一二三四吗？刚刚没塞。我们已经在这边等他了，蓄势待发。好，这边已经聚集一整群了，来把他带过来这里。有，全部都下来了，水哦。砍掉他 ，nice sir。好的，我们时间有点拖太久了，已经要接近两分钟的时间了，应该是一面奖牌都拿不到了。结束。等一下，还有一只在那边，还有一只在那边嚣张，砍爆他。啊，下一赢了。居然拿到一个哦，这么屌！来下一关，下一关，其实还蛮好玩的啦，动动脑袋，动动你的脑筋，动动你的脑袋瓜。会抛飞，我看一下哈，这边抛他们的弱点大概在这里，这是胡萝卜嘛，然后这是骑士嘛，这是耕田的。好，我看一下要怎么做。Come on， 换冒牌，放一只在这边。啊，完蛋了，我要挑错地方跑了。升级，快跑！啊，忘记升这个了，完了，他不会升钱了。原来那个升金币的那个农夫也要升级啊，啊不，也要叫一只出来啊！天哪！来帮我升钱，谢谢。来，先砍了，快点帮我升钱。Yeah， 再来点，再来点，砍啊！哇，居然这边跑一只，他应该不会去攻击我们家农夫吧？他把我们稻谷吃了，砍了他！我的稻谷啊！我靠，超危险！来这边升级啊！大家要不要一次过来？重点，我看一下，他们死都不过来对，他们死都不过来要怎么让他过来啊 ？Is anybody hungry？ 把你 hungry， 用我们这个东西把他引过去，他全部跳下去自杀，算不算？算嘞。哦，来吃我哦哦，哈哈哈哈！噔噔噔噔噔啊！最后一只跳下去我们就赢了，跳下去也算数啦。原来如此，哦耶，大胜利！哇，居然一个都没有 ，QQ， 一个都没有是要重来的意思是不是？好像真的呢，一个奖牌都没有是没办法过下一关的哦。好吧，既然如此 ，Come on， I won't buy。Come on， boy。来，该砍了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好快哦，胡萝卜引诱就好啦，浪费那么多时间，笨兔子，结束。哦，超快的这一局。蛋蛋啊，这什么东西 ？No， 不会念。下一关，那一关那个不知道是不要召唤胡萝卜的意思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兔子来了！我们要干嘛？好，不要让他过来，根本没办法啊！完了。哦，我好像懂了什么。我会了，我看懂了。哥看懂了，行不？我们现在多少钱？初始25块钱。初始25块的话，
这个有点难呢，试试看。Is anybody hungry? Anybody hungry? 有，完了完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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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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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， 兔子弹飞，哇，那兔子弹超远的。有了有了 ，Oh my god， 掉一只进来了，完蛋了，这一局也输了。我们又慢了，我难过，怎么办？再一次，兔子跑进来了啦，不能让兔子进来啊 ！Holy shit！ 先叫一只。有。完了。完了完了，又来又来不及又来不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有有 有成功，啊，终于，哈哈哈，赢了赢了，大胜利，好爽啊！结束 ，Yeah boy， 下去吧 ，Yeah， 哇，超爽的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玩了几关哦，哇。还有好多关哦，最后一关 BOSS 在这里啦，关卡超多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哦，好不好？我就觉得这游戏蛮好玩，就是运用你的智慧，然后以及就是这些兔子想办法把他们赶尽杀绝哦。那关卡设计还蛮不错，很可惜没有中文，不过大致上玩起来真的还蛮好玩的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熊坏，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来玩这款游戏吧，毛茸茸。毛茸茸什么部落？毛茸茸战争啊！毛茸茸防守啊！管他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